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焦点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让你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创新精神和对未来的追求。首先，我们将聚焦于来自中国的陈志坚教授，他在美国医学界的成就如同璀璨星辰。最近荣获2024年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并被视为未来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 这位顶尖科学家的研究突破不仅对先天免疫学领域有着深远影响，更为全球的医学进步带来了希望。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中国消费者对西方奢侈品热情减退的现象。这不仅是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反映了年轻一代的心态转变。或许，他们正在觉醒，重新思考物质追求的意义，摆脱对品牌的迷恋。这是否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最后，我们将介绍一位名叫小新的铁屁股女孩，她在间隔年期间游历了四十二个城市，展现出年轻人如何以创意和智慧克服经济压力，享受旅行的乐趣。她的故事提醒我们，旅行的价值在于经历和体验，而不仅仅是金钱的花费。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中国年轻人的雄心壮志，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医学界闪耀的中国之星——陈志坚教授。在美国医学界，陈志坚教授的名字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闪耀着无比的光芒。这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最近荣获了2024年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这是一项享有盛誉的奖项，专门表彰在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 拉斯克基金会在周四宣布了这一消息，并指出陈教授是第六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肯定，也为中国科学界增添了光彩。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深入报道了陈教授的背景和成就。现年五十三岁的陈志坚教授，目前是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分子生物学的教授及炎症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的研究专注于先天免疫学，这是一个探索人体如何对抗病原体的领域。他的实验室在2012年发现了 cGAS 酶，这一发现解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医学谜团，揭示了 DNA 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症反应。这一酶的发现不仅为治疗各种人类疾病提供了药物靶点，还为抗击传染病和癌症带来了希望。陈教授的成就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奖项上。 早在2018年，他就因为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而获得了全球最大的科学奖——突破奖。这个奖项由包括 Meta 的马克·祖克伯格和中国科技巨头腾讯的马化腾等企业家赞助，获奖者每人可获得三百万美元的奖金。 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的校长丹尼尔 ·K· 波多尔斯基在新闻稿中表示，陈教授的研究揭示了我们的身体如何抵抗入侵的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免疫机制的理解，还为癌症、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以及疫苗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陈志坚教授的故事始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一个小村庄。 1985年，他从福建师范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后，凭借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前往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并于1991年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于201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教授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中国科学界的激励。 他的成功故事激励着无数年轻科学家，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在科学的道路上取得突破。正如著名生物科学家刘山路所说，陈教授的发现为理解自身免疫疾病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不仅增强了我们对免疫机制的理解，还为治疗与免疫失调相关的疾病提供了潜在的策略。 在这次拉斯克奖的颁奖典礼上，陈志坚教授与其他获奖者一同分享了二十五万美元的奖金。这些奖项涵盖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这些获奖者的成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整个科学界的激励，让人们看到了科学研究的无限可能。陈志坚教授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的道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不懈，终将迎来成功的曙光。 随着他在医学研究领域的持续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他将站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为全世界的科学进步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奢侈品光环褪去，中国消费者的冷静思考。近年来，国际奢侈品牌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冷淡回应，他们不禁感慨，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热情似乎在减退。 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指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涵盖了中国经济复苏不稳定、房地产市场困境，甚至是对于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奢侈品的打压。然而，是否有可能，中国的一些人也只是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奢侈品牌的迷恋，就像我曾经对牛仔裤的迷恋一样？我清晰的记得第一次看到牛仔裤的情景。 那时我还在中学，一位同学穿着一条紧身的牛仔裤，紧紧包裹着他的臀部和大腿，裤脚却大大地喇叭开来，后口袋上有着明显的缝线，这让我感到既新奇又大胆。在中文中，牛仔裤被称为牛仔裤，这让我感到既新奇又大胆。在那个年代，牛仔裤并不只是简单的服饰，而是一种象征。 第一次听到“牛仔裤”这个词是在几年前的一场短暂政治运动中，一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让我对牛仔裤产生了西方颓废的印象，似乎他们会腐蚀我的思想。这是我对牛仔裤迷恋的开始，直到这种迷恋悄然消逝。成长于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市，我更习惯看到人们穿着宽松的深蓝色或灰色裤子，让人无法想象身材的样子。 当一条喇叭裤在我生活中大胆出现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它。一方面，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受到西方的坏影响，女孩不应该这样穿；但另一方面，整个国家显然开始向西方学习，逐渐开放。我在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的南方上大学时，终于拥有了一条牛仔裤。我被新思想、电影、时尚潮流和无处不在的机会所包围。 穿上牛仔裤是我拥抱即将席卷全国的变革的一种方式。它让我感觉不仅与校园里时尚的学生和电影中的冒险角色更接近，还与在加州淘金热期间为矿工们设计耐磨裤子的利维·斯特劳斯 （Levi Strauss） 更为接近。随着专卖牛仔服装的商店在中国的出现，这些店铺都非常时尚，但价格也非常昂贵。我从未想过，这种源于工人阶级的简单服装竟然可以如此昂贵。 我只知道我那条普通的牛仔裤不够好，我想要一条品牌，也就是昂贵的牛仔裤。开始工作后，我终于能够满足我对高端牛仔裤的热情。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朋友在一家昂贵的商店购物，爱上了一条时尚的牛仔裤。它是黑色的，腿部印有抽象图案。当我试穿时，朋友和店员都对我赞不绝口。我花了大约半个月的工资，感觉自己非常棒。 那可能是我对牛仔裤迷恋的巅峰，因为之后我不再记得任何里程碑。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事物，对牛仔裤的迷恋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回想起来，我现在明白，这是一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迷恋，伴随着冲动、情感和自我争论。我在其他中国人身上也看到了这种症状，当他们热情地谈论必备的手袋和其他西方奢侈品时。 我对牛仔裤的迷恋受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我怀疑，对于那些追捧名牌包包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都在渴望的物品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牛仔裤代表着现代和自由，而设计师手袋则象征着高社会地位和良好品味。然而，没有任何狂热能持续永远。当促成这些迷恋的条件消失时，这些迷恋也会随之消退。 这是我的经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可能如此。一旦我们看清牛仔裤和手袋的本质，它们只是衣物和用来吸带物品的柔软容器，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因此，当我读到中国大宗消费支出下降的消息时，我不禁想，或许我的同胞们终于摆脱了对西方奢侈品牌的迷恋。铁屁股女孩，小心的旅行冒险。 中国年轻一代中，一股名为“铁屁股”的旅行潮流正在兴起。他们寻求便宜的票价，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因为预算有限。二十五岁的抖音博主小新正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他在过去一年中游历了四十二个国内外城市，花费仅两千八百美元购买机票，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小新来自中国东南部的江西省，去年从云南省的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至今尚未找到工作。在他的间隔年中，他探索了中国大陆的四十二个城市，以及俄罗斯、泰国和印尼等地。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小新在每次旅行之前总是仔细搜寻旅游网站，以找到最低的机票和火车票，最大限度的节省开支。 例如，在一月份，他从江西的家乡出发，前往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想要观赏北极光。这趟旅程仅花费了四千元人民币。这次旅行包括从湖北省的武汉经北京转机到莫斯科的航班，花费了一千六百元。他还利用俄罗斯的内部航班，每次约一百元。此外，他通过票务网站的积分兑换计划，获得了从家乡到武汉的免费火车票。 在印尼的巴厘岛期间，小新找到了一家每晚仅需八十元的酒店。他说，很多人高估了旅行的成本。真正重要的是在准备旅程时心灵的感受。小新强调，在每次旅行之前，他都会仔细研究交通和住宿的费用，特别是专注于发掘旅游平台上的隐藏优惠。 他指出，许多主流旅游网站的用户并不知道，当他们通过这些网站购买票务时，可以享受从机场或火车站到酒店的免费出租车服务，只要距离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之内。预算旅行并不等于糟糕的体验，只要充分准备，你可以用最少的开支实现很多。他强调，小新表示，他喜欢在旅行中结识新朋友，获得新的见解，这也让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自己。 站在天地之间，我的视野得到了扩展，这是旅行中最令人愉悦的部分。他如是说。其他冒险的铁屁股旅行者中，有一位二十多岁的男孩，他在二十天内从云南出发，游历了老挝、泰国和马来西亚，总共花费了五千元。他完全依赖火车和巴士作为交通工具。小新的故事不仅展示了年轻一代对于旅行的热情，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压力下的智慧与创造力。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旅行不必花费巨额金钱，只要用心规划，便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无论是欣赏北极光，还是探索异国风情，这些经历都将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评审、各位观众，陈志坚教授在医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要知道，阿尔伯特拉斯克奖被誉为通向诺贝尔奖的前哨战，就像是《红楼梦》中的古宝玉，一出生就注定不凡。 陈教授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医学领域的巨大潜力，他的发现有望治愈人类多种疾病。这不仅是对中国科学界的肯定，更是全世界的福音。楚天舒，你说的真是天花乱坠，但你是否忘了，科学界的荣誉并非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实力和贡献。陈志坚固然了不起，但拉斯克奖的获奖者中，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就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虽然拥有七个老婆，但哪一个是真爱？科学研究的路上还需要更多的验证和时间的考验。谢琪琪，你的比喻确实有趣，但让我们回到事实。陈志坚教授的发现具有革命性，解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医学谜团，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就像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只要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诺贝尔奖的桂冠并非遥不可及。楚天舒说的容易，但实际上，科学研究往往需要团队合作，而非个人英雄主义。陈教授的成就固然惊人，但他并不是孤军奋战。 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需要一百零八将的支持才能成大事。一个人的成功背后，往往有无数科学家的默默付出。我们不能将所有荣誉都加在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忽视其他人的贡献。谢琪琪，你说的没错，科学研究确实需要团队合作，但这不应该削弱对个人卓越贡献的肯定。 陈志坚教授的发现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人之力可以大闹天宫，震惊四方。如果他的研究能够最终获得诺贝尔奖，那将是对中国科学界巨大的鼓舞，也将激励更多年轻科学家投入研究，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楚天书说得好听，但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 科学研究是长期而艰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陈教授的成就固然令人钦佩，但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应该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样，保持警惕与谨慎，不要过早的预测未来的荣誉。诺贝尔奖要看的是综合贡献与持久影响，而非一时的光芒。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